楚河两亿存款是真是假，我来给你们分析一下楚河有两亿存款是真是假啊。楚河说两亿，那么他是一个喜欢吹牛的人，那么他的吹牛通常会吹多少倍呢？他应该会放大5到10倍，所以他可能有2000万到4000万，这是我对楚河的分析。有肯定是有点的，但肯定没有两亿那么多，我猜的啊。那我也那么变态啊，我骗你们就为了高兴呢、啊、周杰伦一年才一亿多，对啊，是啊，你们老觉得我吹牛逼，我要给你们证实一下了，我把我卡号的几个亿给大家看一下吧，等一下啊，我把钱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，这样看到没有，自己数一下我的银行存款，看一下，看到没有啊，看到没有，对，我有两亿。